OK，这个就是 Google Business Book，然后很多人问我它可以录 Windows 10吗？OK，答案来了，现在告诉你。然后我们已经安装好了，这个就是 Windows 10。OK，所有操作正常吗？非常正常。它是 Focus 一下啊，它是 iFi 第七代，然后 8GB RAM，128GB ROM。OK，操作是非常顺畅的。它可以录 Microsoft Office 操作吗？可以。没问题，OK。它可以录那些 Photoshop 那些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，全部都可以正常操作的。然后它可以当 touchscreen 这样子使用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，所有 function 是没有受影响的哦。谢谢。